由新鸿基同埋新世界合作打造嘅巴炳顿山，位处半山巴炳顿道，毗邻香港大学校园，环境清静。2018年先入伙，楼龄轻之余，又提供半山区较罕有嘅两房单位，特别适合年轻才俊同埋分支家庭。巴炳顿山属于单栋式设计，只提供约79伙，主攻两房户，当中又细分两房，两房连一个或者两个套房，同埋另加储物室嘅两房两套，其他户型有三房一套或者四房一套，均加配储物室连次。另有平台户同埋顶层复式户，单位实用面积由400几去到超过1800平方尺，有别于附近供应中至大型单位嘅物业。巴炳顿山在地面设有超过6000平方尺的园林花园，同埋超过3000平方尺的住客会所，提供20米户外泳池、蒸汽浴室等设施。项目位处家长趣之若慕的11号小学校网，中学校网为中西区，历史悠久的传统学府云集，当中包括星史提反女子中学附属小学、英皇书院、英华类书院同埋高主教书院等。西半山揸车去到中上环核心商业区，只需要约12分钟。另外，经搬咸道去到西营盘站，步程10分钟以内。居民亦可以乘搭专线小巴去到金钟、北角或者铜锣湾。